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We bow down and worship Him now. How great, how awesome is He, and together we sing. Holy is the Lord God.去世以后，我太太自然怀孕，所以我们给我儿子取名叫 Angel 是有原因的。他来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我觉得牧师师母他们能够坚持到现在，我们觉得也需要感谢教会，感谢我们这个活生，我很不上相。我很不相信这个实际上呢，我和太太呢退了休以后又涨了，越来越贵了，我快负担不起了，所以呢这很虚，所以很虚的把我你要照顾小宝吗？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带着小宝，因为他们的地图旁边有很多小事，然后我们
就是走。哎，觉得很有意思啊，每个 trail 可能大概就走十几分钟。啊，来走。真的，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以后，我们找到了，本来是往那个教会门口过，跟阿姨指挥一下，就我们叫一下老师，我拉，拉到主面前了。然后重进教会以后，我们心里逐步逐步的都比较平安了，生活也比较，平安，也比较平。什么星期三啊，星期五啊？我都是我自己没车，但是有人来接我，我是二话不说我就肯定去，基本上，但是交给这里了，我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有了信心以后，你将来可以跟我们的不再已经没有在这世界上的亲人，还能够天天都在学圣经，一直在想到我们未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但是。今天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希望，真的有一个，然后，我之前我们也在挣扎了，是不是要自己开诊所？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我这个性格啊不行，我就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瘦，然后呢我又好操心，然后又失眠，然后呢我又想想看。要一起了救主。我愿将我的生命交托主管理，我心思完全来向救主，为了救主之意其实你们可以走大圈，然后灯包在里面啊。对对对对对。哎，弄出来了对吧？哎，我没说过嘞，太好了，好的好。圈子大一点，哥哥，哥哥一个。Angel, you make me proud.